家好，我是 Liu。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呢 ，Yuma？ 吃东西。现在呢，日本很也不是现在了，就前一阵子就开始流行一个 gumi。啊 ，gumi。gumi 呢？不好意思，你的发音念错。gumi ではなくて gumi kororo。Kororo 这个真的现在日本蛮话题的，对，就是我之前有看到很多几则新闻，还要对了呢，就是你到这个便利店，不管是 Lawson 也好 ，Seven 也好，全家也好，小七也好呢，现在有四种，本来其实应该有更多种呢，我不知道了，我的家的附近的超商呢有这个四种，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一个呢？其实六呢之前已经有吃过葡萄口味，就是听说很流行，你有吃过？但是呢，其实六觉得那时候觉得不怎么样。那说到这个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已经是好久，也不是好久之前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已经忘记了。六真的觉得不怎么样。其实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哈密瓜口味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上次我吃过了。就上一周。然后呢，我惊讶。こんなに美味しかったっけ？对，这系列原来有这么好吃，跟大家一起吃这全部口味，然后呢，跟大家分享哪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。对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新的口味 ，Kororo。赤肉メロン。Liu TV。好，那我们要试吃喽。Yuma，首先你要吃哪个口味呢？还没有吃过这两个口味啊，就是这个马斯卡多跟馍馍。外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就是它这个外面这一层皮呢，就像那种香肠的那种皮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它其实是什么呢？这个其实是 collagen，collagen 中文怎么讲呢？就好像是胶原蛋白是吗？我们叫胶原蛋白。对女生很好的。对，那个对女生皮肤很好的这个胶原蛋白，其实它这个外面一层皮是这样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是葡萄皮。对，いきましょう。救急的毅力，ね、究極の一粒。書いてあるね、書いてあるね、書いてある。大概不到150日元，一包里面呢就这么少。所以真的就是一粒一粒的，非常有它的好吃，我觉得救急的一粒。いきますよ。いきますよ。プチ。哇，很好吃。就是会在嘴巴里面弹出来呢，就是你咬一口就会。プチ。对，如果我们叫プチ，就是口の中でプチ。对。很好吃。好吃呢。它好吃，真的好像在吃水果一样。甘さもちょうどいい。甘さもちょうどいい。味の濃さもちょうどいい。ちょうどいい。这个呢是100%的果汁水果，ね。不过它因为它你看一粒这么小嘛，它其实有浓缩，所以它是一般的我们吃的水果的味道的六倍，它浓缩成六倍，换算的话是六倍。次は桃。プチ。哦。酸っぱい。あれちょっと食感さっきの。これと違う。ザラザラしてるね、確かに。美味しいね。再現してるんだ。再現してるんだね。那ユマ、我们要吃。我们先吃新的，就我们吃过的这个，然后再吃回我们之前说不是很好吃的这个，好不好？じゃあ新口味。新口味。哈密瓜。哈密瓜，它跟其他的这个。其他的口味什么不一样呢？它其实里面有这个黑色点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呢，好像是日文叫什么用吗？黑布西豆咖，黑布西豆好像就是我刚刚看的中文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，好像叫麻子。好香哦！真的，这个好香，非常香。行きましょう今。プチ。うわこれだ。なんか本物以上みたいな。本物的メロン以上にメロンだね。そうだよね。比真的哈密瓜还要哈密瓜。这是什么形容？这是什么形容？哎，でもこれ本当に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刚吃了两个口味嘛。都输给他。哎，记住，哈密瓜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已经可以能不能买到了。对，新口味哈密瓜，本当にやばいこれは。確かに贅沢だね。还有嘛，我们要吃最后，就是我们之前
吃的没有什么印象的。最一开始出来的葡萄口味了，你们喜欢吗？噗叽噗叽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濃いね。啊，就是跟我们想象的一般，就是葡萄的味道可能有落差。嗯，なんかね、レーズンみたい。我不太喜欢レーズン那个浓的，超浓的。啊，葡萄干，葡萄干。嗯嗯 嗯, 嗯。因为 Yuma 不喜欢葡萄干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吃的。そうそうそうだそうだ。それに似てるんだ。レーズンとかさ。好，真的，结局结果，我们吃的四个味道呢，果然还是都输给这个新口味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。哈密瓜，你觉得那个很好吃哦？マスカット。嗯，但是对六来讲的这个哈密瓜的口味实在是太浓烈，太有印象，太有特别，所以呢，我吃完这个哈密瓜口味过后呢，其他三个口味都会忘光光，很多年，而且很香，就把它们放在一起，你还是可以闻到哈密瓜的味道是最浓的。来，嗯，好，牛马，下一个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两个口味，嗯，这什么口味呢？苹果口味。这是苹果口味吗？只有两只。那这个呢？是什么口味？这是栗子口味。好，那你先吃哪一个嘛？啊！原来你吃了呀！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グミは美味しいけど食べ過ぎには要注意。グミは美味しいけど食べ過ぎには要注意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拜托订阅我们猎 TV， 按这里按这里，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，还有这里有推荐影片的播放清单，猎 TV 的 channel 登录，ぜひ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